跟着我入睡，轻轻的责备，再轻轻的安慰，压着棉被，笑我无事生非，整个城市会被你麻醉，不管多么的谢我心坦然的游侠。哦，棉被好像越听越好听，真的，棉被越听越好听。我现在都，其实我不太听自己的歌的，但是棉被我最近真的听的蛮多的。这首 BGM 真好听，好听好听，真好听。改标题，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在哪个 YY。曾小贤组牌，不管多么的狼狈，不如明天才面对，如果风光不明媚，如果乱发沾着泪，如果说真的不想再去讨好谁，明天醒不来也没无所谓。你兄弟打篮球被打了，你兄弟是被篮球打了吗？还是被人打了？被人打了就打回去啊，被篮球打那就换一个运动项目吧，可能打篮球不太适合他。如果你不反对，不如今天三五八上下歪歪线，搓爆他，可以可以，这首复仇很优秀哦。嗯，改标题，把陈赫老师挂在标题上，与陈赫老师掐机。哦哦哦，上下歪歪一些。谁会陪你掉眼泪，不吝啬安慰，不挥霍喜悦，白天爱埋怨，黑夜常失眠。自黑的缺点，自豪的音乐。喂喂 ，Hello。哎，我怎么听不到声音啊？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上我另一个 YY 看一下我的设置。放晴给我不收回，紧紧跟随，我是如此的幸运。自黑的缺点，自豪的音乐，虽然你不在身边，也不会把想念挂在
嘴边，好像会让寂寞常常作祟，这时才惊觉原来你一直在 Baby face反正我是对不看我，他看我一眼我就懂了。好了好了，喂喂喂，你这啥呀？我刚刚听不到声音啊，现在好了。喂喂喂，可以可以，有声音。你上线了吗？没有哎，我上一下。是不是有内放啊？我。亚佛。好的。你还会玩这游戏吗，朋友？会啊，我今天早上还吃鸡了好吗？我们刚打六把吃三把鸡。我来了可能会吃的更多。嗯。但曼森来了就没吃过鸡了反正。哈哈哈。我是对吧，就在我身上吗？柯姐好久没一起打了吧，两三个月了。哦对哦，感觉年前好久我们就没有一起玩过了。去年一起玩过，是的，我们也一年没见了，一年没见了，好久不见。时光如水，生命如歌呀。转眼间就三月份了。转眼间就老了。真是，我靠。谢思琪的飞机，谢谢满意的板凳的飞机。难受啊，老大，就我一来了就老出现对面就出现那种就是这种朝天开枪就可以死人的那种。哎、不是你来了，我们就老是碰到挂了。连着两把三把，让我换个战队号。还行还行，我这战队号。我这个号可能那什么，和这有关系吗？哎，你上线了没有啊？上了上了。被举报的太多了，有点卡。没事，没看见你。等一下哦，我上了呀。哎，那那个谁，墨子，你能？哎，是我卡了吗？我邀请你。好，我是不是要发名字呀？有，有好友吗？好友他会。好像我们没有加好友。哎，那奇怪，为什么我没看到你呢？可能没刷新、哦，看到了。有那个，好了，有 bug。对。OK。OK， 万森还没事。哎，谢谢 DC 的超级火箭。没有，我号有老大号，老大可以接纳我。谢 DC 有个超级火箭。夺命大衣先脱了。老大做是那个天才曼森。OK。红红火火的一个人，你看我多火。不对啊，这样二哥今天没穿裙儿。对啊，我可以换一条。不用，今天我不穿裙。我在看漫画。曼森，之前每次玩我死了之后都要舔我的裙子，你真的？我不行，我要换回来。今天我这个对话有点，你这个对话有点恶心啊。不是，是他之前每次我死了，他舔我的包就把我裙子剪了呀。就在墨子面前开车，你什么意思？我没有。我啊，把裤子脱了，没东西舔了。哇！可以可以可以。谢谢 DC 的十个超级火箭。你声音好大、啊。哦，对不起，我把声音关小一点。唉，呼吸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听到吗？说明我的麦克风太好了。嗯。唱歌好听的人都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声卡战士。唱歌好吗？一般吧。哎、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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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掉多少粉啊？早上脱黑离黑。我也会唱歌，老大唱歌，老大麦声也清楚，还有老大歌单呢，三五十块钱，我也有，
我们是声卡坦克好吗？你也装了声卡吗？没有吧？我靠，没有声卡电脑那怎么玩啊？你那个是集成声卡，我们用的是独立的啊。对啊，对对对，不是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级一点，就可以这么理解。主要可以把麦克风从嘴里吐出来，行不行？一直呼吸的声音很重。你听错了吧？不是我的吧？我把声音关小一点吧。谢谢 DC 的十一个超火，不行，我生气了，我要安排他们，请给我一把八倍镜的九八卡。墨子，我们跳哪？可以。可以。赵克，你不要紧张啊，感觉你就很紧张，就。不是，最近唱歌唱多了，喉咙不舒服。不过确实有一点紧张，最近玩游戏玩的很少。没事没事，我们帮你安排。啊？有演员吗？我们打得太好了，我们。唉，在这个车队也没有什么我的用武之地，太可惜了。唱首歌。唱首歌。我刚想说。What？ 我刚说，那你唱歌吧。行，如果我死了，我就唱歌，好吧？哎，你不唱歌，你装这个声卡有什么用？嗯，有人是在集装箱吗？这个能掉下来？哎呀呀呀！在三仓，藏三仓去了。集装箱里没东西。怎么上去？三仓有人。没枪没枪。三仓有人，右边那仓库也有。谢谢 DC 的十五个超级火箭。我叫一个喷剂啊。耶。我拳头。右边的仓库，最右边的仓库。我这边看弹幕好卡哟。你正前方那个仓库，老大，正前方那个集装箱。哎，有个四倍镜。那我就喷子，你说我可以打得过他吗？我的眼神真好。估计费点劲，这是有个手枪。或者你刚才搜那片。哎。你搜那片仓库去人了。有八倍镜。有人。我又要皮奶了。哎呀！啊，这没倒。我的仓库没人呀。找一个，哦，这上面居然一把枪都没有。有，我看见了。我的仓库里还有 M4 没人捡，你怎么可能有人呢？我进来了一个。嗯。